转化，通常我们都会用伦理道德，用戒律，用经典义理来告诉自己要转个念，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呢，不要生气，不要愤怒，不要起他嫉妒心，不要起他嗔念心，不要起他抱怨的心，不要起他焦躁的心，不要起他悲伤的心，不要起他忧虑的心，不要起他愚痴的心，不要起他暴戾之心，大概就是这样子，用自己脑筋来告诉自己，凭着我们所学的这些东西来叫我们转转转转。但是有时候呢，刚开始转或许有效，但是转久了呢变成无效。那你看像那个王师姐，她嗔恨的心，她用一个禅法可以把它转，所以这个转一定要进入不转住转，也就是不必经过脑筋告诉自己，你只要禅法能够把能手拉开，然后超越能手，那五前五根对着外缘外境产生的前五识，你能够用禅法截断，让它不跟第六意识同时俱生，那这个时候自然它就不会送到第七意识的思量，也不会让第六意识产生分别的，那这个时候的转化才见证是有力量的。那各种不同的禅法，到底你要修到哪一个境界才见证它有转的能力啊？好，我们就举几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说，像观呼吸，几乎很多学佛的人、修行的人都是会先从观呼吸，要不然就是数息开始下手，是不是？啊，这个是最简单、最容易的，比较不会像参禅一样，一参呢能杀无头障，摸不出这个脑筋来的。好了，那像观呼吸来讲，它基本的禅相呢，看你是守在哪一个地方。我就举说守在鼻孔的这个三角形的地方的人的修啊，因为观呼吸也可以守在丹田的，也可以守在左边的。好了，那像守在这个地方的人，很容易他观呼吸观到最后，呼吸会越来越细，甚至于会感觉呼吸是不是很长的，会变成很短的，然后呢呼吸之间的这个转换的空档会变成越大，就像昨天我给各位看的那个图形一样的。好了，那这个时候呢会使本来你关好的这个地方感觉慢慢逐渐这个空档好像有一层薄薄的云雾覆盖的那种感觉，但是当你参到空档越大以后呢，这个云雾会变成越来越清晰，而且越浓缩，也就是范围会越小。本来你会觉得这样看眼观比鼻观心，会觉得说好像层层的云雾的感觉，但是观到空档越多以后会发现这个云雾就像棉花球一样的，只有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就是观呼吸的禅相出现了。那这个观呼吸的禅相一出现以后，你再升起念头呢，你没办法通过第七意识，没办法把阿赖耶识的种子呢蠢动带到跟第六意识结合，因为它会被这个禅相挡住，所以你只感到有一股要升起这个念头的能量在动而已。但是由于你观呼吸观得非常有力量，所以它一动呢，反而这个白白的云雾会更白，也就是禅相的更清晰，那这个时候它就不会
跟第六意识结合，就不会起现行，你就不知道刚才的那个念头是要升起什么意涵、什么意识，你就不会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透过禅法呢，把它转了，把你里面的念头要升起来的情绪，把它转化掉。那当然，这个禅相有很多种，有的人不一定这样，有的人观呼吸会变成像涓湿瀑布一样。涓湿瀑布从鼻孔一直到丹田呢，一直出来，就像涓湿瀑布一个白线，很清楚的。好，那这个转呢，力量都还不够，所以通常，观呼吸，假定说你是观守在这个鼻孔这边，这个棉花球的禅相，白雾的禅相出现呢，你必须要让它能够自由的移动。到心轮或者往上移动，你都不会散失掉。甚至这个你能够安住个差不多半个钟头左右，你就有入出禅的这个功夫了，入出禅的功夫啊。所以其实禅相就是这么转的。好了，那在大圆满里面呢，在中等升起处地的这个阶段，它就会。佛之悲心入我心，所以这个时候也就表示说，你的心性的慈悲心呢，自己就显露出来。所以真正在藏传的里面的灌顶，这个才是真正诸佛菩萨给你灌顶，而并不是说贫灌顶啊，或者结缘灌顶，那个都像超俗都掉了，那个都不算真正有力量的。真正有力量，你修到这个中等升起处地的时候，大概你内在的这一些升起来的念头不会干扰你了，不会干扰你。好，所以我们修行说，只有要转化外面的前五根对外面的前境来转的，那个都还算是比较容易。难的是你内在的这个念头升起来，你有没有办法转？啊，那这个才是。很重要的。好了，那在禅宗的看化禅里面的转呢，眼根对着受前，耳根对着生前。好了，我们提话头能够提到不提住体的时候，刚开始我们都从一根来的，本来本是要跟意识结合，但是由于我们的意识呢已经练到不提住体，它的速度非常快，能够把它截断，因此眼识就不会跟第六意识同时俱生，耳识也不会跟第六意识同时俱生，其他前五根都是如此。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用话头截断同时俱生，那我们的忘记分别的念头呢就会消失，所以这个时候就叫做转境界。那假定你看到东西马上眼识产生跟第六意识就分别出去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被境界转，被境界转啊，被境界转。所以这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要到达了真正能够转得非常好的，那这个就是要话头都能够变成在阿赖耶识里面最有力量、速度最快的种子才可以。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恶习恶性的种子要蠢动呢，我们会不提自体的，马上话头呢就把它斩掉，让这个恶习恶性的种子不会起现行跟第六意识结合，没办法结合，在中间就被斩掉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转掉了，转掉比较细微的妄念。对不对？所以类似像这样子呢，才能够叫做烦恼转菩提。